根据我多次被渔网困住的经验，让我们见识一下。刚才我就注意到了，这道门一直是半开着的。你就是幕后黑手吧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离开，大海不欢迎你们。喂，我们什么都没做呀。我与你们外来者无话可说。这些扮鬼的装备都是由丢弃的垃圾制作的，你们其实是想保护海边的环境吗？哦，你倒是知道得很清楚啊。很久以前，这片大海远比现在清澈，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，直到你们外来者来到了这里，宁静被打破，大海开始污染，你们在伤害我们的家。于是我们假扮水鬼来保护大海，却依旧无法阻止污染的蔓延。我们不会放弃，也绝不允许外来者继续伤害大海。我可以理解，但做法我不认同。就是我们可以好好商量着嘛，互相伤害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对呀，晚上的黑影真的很吓人。你们根本就什么都不明白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大海。等一下，老师，你们说的晚上的黑影是什么意思？别明知故问了，那不也是你们扮鬼？怎么？